杀僵尸喽！一下，调一下音量。The Last Stand， 最后幸存者。哎，我们看这一款简体中文看一下 WSD 空白冲刺攀爬，哦，近战左键击杀，好，先用预设好了。抗锯齿质量全部开到最高，胶层不用，用户大小，界面最大 ，OK， 这样吧。啊，病毒传播了。目前幸存者只有总人口的 5%， 必须找到新的方法。看来就是一个传统的僵尸类型啊，嘿嘿的。啊，他怎么直接嘿嘿的？哦，15年过去了，你为什么停下来没燃油了？我会想办法的。好，这就是我们，我来看看哈。我们现在有34发子弹，然后还有刀子，刀子下面写着15。那有什么按钮？有翻滚，右键可以把枪举起来。OK， 子弹省一点，我看看。汽车不需要修理，这个刀只能刀15下。那最好是避开僵尸，不过这个应该一开始是新手教学。还要装子弹。啊，子弹显示在下面，好，试一下，死吧。只要2枪呢。哎呀，搜寻一下。手教学，子弹花完应该没差吧？肯定就是这里了。我还要修发电机耶。要到哪里的时候按？到最下面的时候按。哦。再来试试近战攻击。空白加 WSD 闪躲 ，OK。我们有时候要看得到，跑！这边是要跑路了，是不是？快跑！僵尸很多，要用油桶了。
子弹啊，装子弹。竟然会有尸草哎、欸！是要去哪里啊？哦，跑这里。子弹有限，没事啊，子弹很快就会再找到了。哦，嘿，第二，这边怎么没路？好，完全明白了，完全明白他要怎么过关了。好，新手教学结束，新的开始。死亡不是终点，你会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志愿者。OK， 正式开始了。崔师弟交谈，新手教学看起来 easy 啊。我知道你快死了，长话短说，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几天的时间，殖民地正在挨饿，需要你找到出路。哦，好 ，OK， 没有，我都知道了。与威斯特交谈，威斯特在哪里？这个是不是？你发现了什么？哦，这边是换知识点的。应该是这个吧，感觉是卖东西的，是一个医生哦。拿上这个抗病毒剂一个，上车离开，找到建筑物。好，上车离开。它是我们仅存的车辆。好，放心，我开车天才。离口53个月 ，OK， 上车走。轰轰！打僵尸，我也算是个，老司机了，专家，就让专家来告诉大家僵尸该怎么打，找到燃油储备，离开自己的家园。好，没问题，来开始收刮。齿轮一个，拿了。反手哎、欸，没败哦，有近战武器了。木板，也拿着。哎呀，近战武器好，有两个近战武器不错。他们有分攻击力的吗？秒伤9点，敲一下18滴，好，敲一下一定会死。等一下、啊、来装填你的武器。我这个装这么慢哦！哎呀，左轮手枪多少？射一枪30滴。来启动发电机，可以在短时间内阻止感染。你将免疫所有来源的进一步感染。补充你的药品。哦，医生你在吗？只有找到一罐了，每一剂的效果都是有限的。哦，好，没问题，多打几剂就对了。我看一下，按哪一颗？按 T 可以吃。野唐小月36个，哇哦，哇，这么大把的枪哦。哦，50攻击力诶！此物品已损坏，此物品已损坏。哎，已损坏到底能不能用啊？附件散弹枪的，好，看起来要找地方修。我要砖块，好啊，可是还是能用诶，可能伤害有降低之类的吧。先试试啊，试试看这个枪好不好用啊。酒精好，拿起来。找到燃油，没事啊，这地方很安全啊，肯定不会有僵尸啊。
找到燃油哦，空的。前面已经没路了，这边还有东西是不是？哦，这里可以翻过去。哇，体力回这么慢哦。耶 ，Ever 跟 Dislancio 啥时开放换红包？来，准备开放换红包。我等来设定一下，红包我们每个人只要有多少来着？10万点就可以换一个红包 ，OK 吧？你挖岭，哦，这里有僵尸呢。很简单吧？我看这一区有啥？这皮可以选啊，换了可以干嘛？可以拿到红包。来，我看一下，我们有三种方法破门。踹一下看，再踹一下，哦，很耗体力。黄金右脚找到燃油了，燃油会显示在左下角。哦 ，OK， 没问题，加油，离开。哎，地下室还有哎，红包有限购吗？红包好像只有100个吧，放完为止啊。也粉圆圆，感谢17个月。地下室1/2是指还有一个地下室是不是？还是地下室还有一个东西？哦，里面有水。OK， 离开。啊，这要上车了。燃油耗尽啊，油在这边加。1/3是指我现在有3罐油，是不是？也爆肝查账员，感谢28个月。好，开始移动，我们先移动哦。消耗一个燃油，没问题，走。我这车开起来都还要先甩尾一下。好，来到了市中心。呀，现在2罐油，其实也可以不收直接离开，稍微收一下好了。该拿的东西还是得拿的，不知道蹲下有没有降噪音呢？哦，我直接跑起来！啊，开锤，开锤，哇，这个怪血这么多。看一下这一区好了，武器也不多。哎，掉蹲下根本就没有用。好像刚刚那种比较硬哎，这种一下就打死了。这个18攻击力要敲他4下，可能枪都要开2枪哎。所以哦，拿到油了，废弃的屋子，他会告诉你里面有6个东西拿。这么贴心哦！能量饮料，空的，这加帕利帕，感谢16个月。9毫米的子弹，木板1个，哎，直接敲死！知识点3个，血条在变色，我开始慢慢被感染了。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有疫苗，不用怕。直接暗杀！
哦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我看一下，我刚拿到的是油哦，这个要电池哎，好，那我看这边有没有电池。这区走不过去了，就到这哎。哇，这边的怪看起来很强哎，他们在发光哎，我感觉可以再收一间吧。再看看这一间好了。哦，僵尸爬过来了。这个翻墙怎么有点难控制啊？啊，富贵险中求，这里说不定有枪哎。14点，驱动器燃烧弹。哦，OK。来变电箱看一下，这里面通常会藏钱的。哎，空了。哦，我打人有时候还会暴击，是不是？暴击还会发出巨大声响，哎，危险。好，感觉应该没什么可以拿了。再看看那一区好了。哦，那是我武器坏掉了。没事，另一个扳手装起来。砖头拿了。酒精拿起来，不能在这边待太久哎，我马上就要变异了。水果罐头，这区僵尸很多哎，狗粮哎，看路上能不能捡到一只狗。那看起来就是暴击的声音呢、啊。我现在没坏也会出那个声音呢、啊。哦，有时候怪只是被敲晕嘞。这怪物身上竟然还藏子弹哦！把它变变啦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该走了。僵尸开始聚过来了。我建议我们赶快离开。嗯嗯，我看看啦、啊，我们再来去这个商店区好了。好，来到了商店区，哎，这边有一堆僵尸。奇怪，怎么不开车直接把他们撸过去啊？引擎坏掉了呢，也还要修引擎呢。感觉我们只要打那些跑得快的就好了，就这个商店街根本就没有人在管理了。把物资袋放入车辆的后方 ，OK， 吸引一下他们。哦，燃油哎，算喽，我两个只能拿一个哎，身上竟然还有格数的限制哎，你有什么？哇，他要死透了我才能收。哦，那个人后面好像背着东西哎，不知道是会自爆还是会怎样。资加25，直接无情开敲。对，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。子弹，反手都掉在地上了啦！我拳头打多少？拳头可以打7D 哎、欸。来，木板拿起来。里面有大只的僵尸，哎，危险！
绷带。我的耐力值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提高到最高？我看一下身上这些道具有什么用啊？体力治疗20，燃烧弹，果粮也可以补体力耶。砖块可以吸引感染者的注意力。肉罐头，好，不然吃一个肉罐头看看。哦，这样可以把体力给补起来。没有办法，末日啊，狗粮都得吃啦。僵尸跑很快。有水哦，这里。红的。哎，直接没敲破哎，感觉位置不太好。哎，先拉扯一下好了。哦，真的跑好快啊！我的天，这东西打三下才会死啊，太强悍了吧，堪比大手哎。还好我子弹多啊，还可以多射几发。我现在应该是汤姆克鲁斯啊，不用怕，子弹这么多。看到人就直接把他们都砰砰。水哦，又燃油了。把燃油灌进去，我看一下。现在是引擎坏掉了嘛？哦，我可以直接把它修好哎。我感觉还可以再收一点。再收个一两千。哦，怎么了？病毒正在传播，你会有新的能力。哦，我变异了。敌方攻击会陷入昏迷。哦，防守反击。我先插一根疫苗好了。哦，我可以让自己一直变异，一直拿能力，也可以插疫苗，让他先不要变。慢慢的变僵尸了啦。啊，这个是真的商店哦。欢迎你朋友，我叫米哈尔，我是来寻找物资的。他四处收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他有卖点什么。先来看看它有什么。我有9个知识点。哇，拔啦！哇，下杠哦。没卖什么近战武器。我建议买一个拔啦就好了。知识点没拿到很多啊。我这个游戏投植物不知道怎么投植，不知道哪一颗按钮。知识点3个。知识点又2个。转哦。剩这一区没收嘞，感觉这一区会浪费我很多子弹。算了，走吧。走这难道可以？空的，掉空的，呜呼，掉喽！糟哦！上车！
高歌离席。哇，他还会敲我的车哦，不知道会扣多少血。啊，继续前进。是扣车的血还是扣我的血啊？31%了，还想上车啊？我看一下我有没有扣血。你还好吗？没有问题。你能行的，不要放弃。你找到抗病毒剂了吗？找到了。找到了，但是在我身上喽。我没扣血，其实他敲我，我也没扣血。哇哇哇，大肥哥，那边有一只大肥哥，难处理。看一下，这边有这个草药可以拿，爆敲一顿。希望这区可以找到两罐蓝油，不然真的就很难走了。碎片，这游戏应该是不能转视角吧？哦，是怎样？刚暴击斩杀是不是？哦，好多子弹！亚洲拳王了，一枪带走。不是，这个枪真的不行哎。改用这个死亡蝮蛇好了，看有没有好一点。这个一枪50滴，应该两枪就可以解决一只。装武器的时候好像是不会被打啊，这小刀才打10滴哦。啊，不然拿小刀好了，小刀通常对僵尸没什么用。哦，切肉刀。此物品已损坏，我还是不知道损坏的意思是什么。各种金属碎片，身上有点太满了，吃一个水果罐头好了。这一只好像有装备，带走。直接化身屠夫。哇，医疗包，赞啦！医疗包、水、电池，电池一个很贵哦。木板一个，我怎么扣血了？我不知道啊，刚被咬了一口啊。我现在负重过高嘞。嗯，哎呦，这里看起来很安全呢。修一下发电机。哇，安全室，安全室。随手关门。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哈？步枪一把。还有无限电，哇，无限电可以解能力，加10%体力，踢门更强，跑得更快，好，跑得更快。僵尸在外面等我，我建议，赶紧走，我建议赶紧走。哦，666，子弹啊，装子弹。感觉先离开好了。知道啊，好像在打我的引擎，是不是？好像引擎都被他打坏。物资储备区，好，走这区。溜了，溜了，溜了。没事啊，也拿到运动步枪，不亏。好，我来看看运动步枪有没有料，该不会坏掉了吧？
运动步枪200发，一枪60。好，我把它装起来。哦，原来可以拿两把枪哎，可以切。车子我修理一下，车子看起来很难坏。修理是要消耗物资吗？不太知道。这个步枪哦，大凯拿那种哎，凤凰步枪哎，60滴，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打死，有一些硬一点的，被关在里面了，嗯，我感觉。有人想收这间呢，这间看起来很大，不知道怎么进去。哇哇哇！会自爆的怪啊！哇，好臭，好臭，好臭！医疗包补这么多，哦，我还可以让自己被感染呢。先喝水了，可以故意让自己被感染。嗯，狗粮吃一个好了。我把狗粮吃掉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没回血？哦，还是回体力哦，哭啊！是要回生命值的，绷带啊，绷带啦！算了，会再找到的。狗粮那么多，路上总会有。又有一个电池，找到噪音的来源。好，我来看看。哇、哦！噪音的来源，该不会是地雷吧？杀猪刀给他拿出来，这边的门全部都封死嘞。抗毒剂已失效，我要开始感染了。这区看起来，啊，开出来，开出来！等一下，我建议试一下这个拔蜡的威力。这个拔蜡嘞，装上去了，然后要怎么使用它？哦，这样啊、哦。嗯，刚刚不知道是怎么把它拿出来的，里面还有一只大肥哥。哇，大肥哥还会点燃呢。基地收到了吗？发现了一些东西，有一种机械装置，有东西从里面长出来了，大概有狗那么大。哦，要打肿瘤了是不是？来啦，把我感染吧，我不怕。打流血敌人额外伤害，受到伤害就恢复体力。你的潜行成功率提高。请问僵尸是我的冤魂组成的吗？谁谁的冤魂？呼呼呼呼！我又感染啦！翻滚可以装填你的武器，哇哦！翻滚装填，加一下最大生命值好了。我好像感染的有点快、欸，加10%体力，打无伤敌人加10%，近战吸血。可以啊，我直接无情一直感染。哇！疯狂变异，加30%移速，哇！好臭，好臭，好臭！
加近战伤害，没有问题啦。我现在要感觉我已经完整了，等再找找看有没有疫苗吧。人类应该是有极限的。原来还可以蓄力攻击，来过来，我现在有这个近战强化，不怕。这边也能收是不是？这里也可以收哎，反手绷带。好，现在有点麻烦，我们还需要清理这个增生物哎。我刚刚根本就没清理，再回去清理一下。王真的快变成完全的僵尸哎。很危险，增生物是这个东西哦。OK， 清理完了，检查一下装置，应该是清理干净了。我把它给毁了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哦，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在害？先研究一下那个装置，这是一个控制面板，上面有开关，它有电了，看起来像是 Helic 的零件，有一种代码2711，还有什么呢？我想差不多就这些了。还有别的哦，我看一下，它有天线吗？它有天线，还有气缸。这是某一种储藏配备。收获不错，是问这么多，问这么多，你们还是把它搬回去比较实在啦。该有的东西他应该都有。怎么办啊，我要变僵尸了啦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找个医院之类的，赶快走。哎，先加油。现在有多少？5罐油吧。完了完了，要变僵尸了！哇，这一区看起来不太像是会有疫苗哎。仔细找找吧，9毫米的子弹。疫苗看起来太早打了，不妙，先补血，快刷开啊！来，医疗包，就剩一滴血了，很危险。这么黑，僵尸这么多，医疗包竟然要补这么久哎！哦。这里面感觉有料，来启动发电机，大家都过来吧！来修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，里面有一些物资。把它转成物资点，我现在身上有点满，
激活信号，获得物资150。我完全可以死守在这里。是他们怎么可以发现我，然后不被那个吸引呢、啊？拜托，这里来个疫苗吧！哎，去下一区了，去下一区了！我要打近战，走了。高歌离席，物资储备，我看一下军事哨站。哎，好，军事哨站。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地方有疫苗、欸，它可能是某一种固定的箱子。防弹衣僵尸是我的拳头啦，完蛋了！哦，中子弹啊，中子弹！现在连军事区都沦陷了。我快要完全的变僵尸啦！怎么有这么硬的怪啊？是我没打到他吗？日记耶，这个会掉日记耶。又拿到电池了，我看一下，装一下扳手好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要变僵尸了啦！酒精。这里还出不去耶，哭啊！哎，直接在你们面前补血。哦，燃烧弹啊，试一下这些东西要怎么丢啊？我看一下，辨析物品按3。我丢出去啊！啊，怎么把变息物品丢出去啊？右键加左键不是啊，丢不出去啊！它就跟那个瞄准一样，但是它没有办法丢出去啊。去嘞、欸，不知道哎、欸，他要某一个角度才可以丢出去。无情开砍！感染越来越严重了。你有没有疫苗？你有没有疫苗？救命啊！我需要疫苗。哇，这边的箱子哦，哇，这区感觉会有安全屋。有 feel， 有 feel， 有 feel， 说不定会有。哎，有医疗包，有止痛药，漂亮，运动步枪，
有运动步枪是吧？还可以加手枪的伤害。运动步枪哦，我见你啊！理查德倒了，理查德已经尽力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好，我知道怎么玩了，来一次过啊！这叫搜刮者，玩这个搜刮者好了，下杠。好，选择这。加杠拿起来，出发！让我们来整顿你的装备，我来看看啊。哦，开局是铁管哦，敲一下20滴菜刀。这边要干嘛？没看懂。外面很疯狂吗？再见。我们现在有进展了，我们找到了新的装置，上面有微量的元素。好，新的装备哦，看一下，忙着呢。哦，你在忙什么？重要的样本，外出的时候帮我一个忙，不要破坏增生值。哦，好，我尽量。活捉回来嘛，没问题。你想要什么？我看一下知识点，知识点还可以传承下来耶。哇，那个点的能力竟然是永久的耶。这一区是干嘛的？哦，这一区好像是放照片的。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这一款看起来很简单，不做效果肯定一次过。这就是你将要做出贡献的地方，所有的物资都会有用。物资会送去哪里，会决定怎么处置，你来分配，我们来执行。武器和弹药会送入军械库。哦，我随便看看，好，我来看看啊。我们有200点物资。会解锁新装备。拿知识点好了，解锁球棒。子弹是可以直接带，是不是？球棒肯定有用啊！我看一下，来点一个加体力，让我可以跑久一点。吃一点点的章鱼烧啊！来，出发了啦！疯狂变异，来，我变异之后很强啊！这款就是要拿捏好那个变异与血量之间的这个优势。我感觉留两格血差不多。现在竟然是直接从这里开始啊！这什么地方啊？没有刚刚那一关可以拿到很多枪的地方了。哦！不过开局还有送一个疫苗，木板一个。瞬间，感谢8个月。
好硬啊！破布一个，小朋友被感染了，那也没办法，随手关门。以僵尸的智商，应该不太会开门。感谢工程师13个月放假喽！你一路放到过年是不是？太爽了吧！我现在就是手起刀落，手起刀落，哎，完全没有在怕，哎。关个门好了。有绷带。球棒爆了，根本就没拿到球棒啊。特殊感染者。哭啊，太硬啦。斩杀。全网很难杀怪耶，可恶。现在才放了一罐油。到这边好了。那这个二分之一是只能放两罐油，是不是？还是这一区有两罐油？还有一把菜刀，省着用了。要不然拿出来用好了，我还有个木板。要走人要两罐油是吗？这一关我感觉都不一定有两罐油，哎，不是，这些怪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？敲三下都不一定会死，哎。也肯走8个月。订阅到现在还没拿过奖，那你可以考虑，你可以考虑再送一点订阅，啊，增加一下自己的中奖几率。木板，好，这木板随手捡起来就开扁。这区东西也太少了吧？哦，里面还有东西耶。直接敲烂，这些碎片类的都是之后会变成家里的那些物资吗？哎，欠欠40个月，有机会哦。塑料瓶、账户，哦，两个东西可以组合成一个新的东西，制作。哦，变成纸虎了。那我看一下，那我把塑料瓶加上，加不了东西了。板也加不了，也要到了，没事啊，这样变异比较快。反正那个迟早都要变的。紫虎打15滴可以打40下，没败。好，这样子有3罐油，溜了。而且我不是老张，而且15个月去当兵很快乐的，不要这么悲观。去里面你就不用想一堆事情了，好好赚钱就对了啦。
这个物资都会亮起来。一小时八块是因为你没签下去啊。你签下去怎么可能一小时八块？好白痴说他脚很痒。没问题啊。啊，好白痴今天怎么没打外星人？我竟然可以从外面翻里面的冰箱哎。大家初次见面，哎、欸，我可以放火哎、欸！到底是啥鬼？这东西到底是啥鬼？哎呦，怪物！里面可以烧点什么、啊？把木板丢进去烧怎么样？啊，就是一个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可以烧些什么、欸。想看丁宝宝了，记得到我们这一群玩家的频道看呢、啊。盐巴，哎呦，绷带加盐巴，感觉有料哦。去没东西了，不知道藏在哪里了。哦，这里又有一个木板，赞啦！加盐巴完全没用。我怎么还不变异啊？把物资放进去。哇，这区也太黑了吧，什么都看不到、欸，堪比昨天那一关呢、欸。第二上面要跑过来了，大肥哥僵尸，哇，好危险！啊！加25%近战伤害，嗜血。第二，我被感染了。徒手伤害提高，我觉得先感染个三格差不多。近战命中，回复1%血量。啊，打疫苗了，打疫苗了。可以，这样子可以。说这一把一个远程都没拿到、啊。拳王登场，口袋小刀，身强体壮。来，进来就是一顿扁。石虎坏掉嘞，真的要用拳头嘞。一拳一支，要一拳一支还是蛮难的、啊。其实我觉得近战武器还是先拿一些好了。18点伤害的木板，木板多打2滴的样子吧。这地方怎么都进不去啊？那些房子都很难看出来到底能不能进去、啊。哎、欸，第二木板又坏掉了。这边看起来可以哦，而且这个看起来有装哎，子弹。好，启动发电机。这个人有头盔哎，分一下吧。是啊，这样根本就收不了这一区啊。完了，完了！哎呀，啊啊啊！体力不够了，哎，哎。
对啊，体力不够用了。拳王倒了，哎，哭啊，选到这只，好，没事，这次一定过，这次一定过，哎，真真正正的一次过来了，一次过，哇，这个体力感觉，体力感觉先点高比较好，消耗太快了。哦，打十个原来这么难啊。点技能，不急啊，不急啊，以我的操作不太需要。来，第一区我们高速收刮，跑得快的先解决。OK， 完美。有一个游泳池，里面要用到电池哦。有子弹呢，正常出血量啊，别慌。打僵尸我熟得很，掉一点血并不算什么。我这一区物资超多。一定直接起飞！哼，拿到手枪了，他们完了。啊，这些手上有枪，什么僵尸都打不过我。装子弹失败的话，还是可以装一半的。子弹会分成白色跟绿色，不知道有没有差别。污水，好，污水只要稍微过滤一下，丢进火里面煮熟了就可以。破布一个，还有三个东西，不知道藏在哪里。好难找啊，东西真的好难找。好，先回去加个油好了。两罐油，随时可以出发。我们再搜一下右边这一区，不敢过来，直接把他们都砰砰了。通通抓去砰砰！记得订阅这群玩家。没错，大家一定要记得订阅这群玩家。来，你有什么料？分一点。感染者的样本。这种跑得快的原来是小朋友僵尸，是不是？跑得超快、欸。卡了，没事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有雷达、欸，传送姿势。五告胎哥，这两个人真的五告胎哥。学习如何做散弹枪，来，我会做散弹枪了。哇哦，步枪减震器，感觉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哇，我好像无敌嘞，天无开局。
先上车了。我来看看这个空投里面会有什么，应该会有，短冲战斗小刀，好，拿了。这个散弹枪20，啊，只有21点伤害哦，这是什么比利时人哦？试一下威力，非常的不好用。嗯，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不会用到它。溜了溜了溜了，可能是拿来打那种大只的吧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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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喽！我来错台了吗？感谢董内。这里就是最优质的啊，这些台啊，都是董内在搞啊。这个帅哥是谁啊？哦，还会在夏天呢，没有补血的。油又用完啦，哎呦，受伤回复20点体力。还在夏天呢、啊，加10%体力，赞啦、啊！怎么都会掉东西，是不是？还在夏天呢，拔刀啊，这要拔刀了。手电筒目前没看出有什么用，哎，小朋友都处理一下。一刀一个小朋友，砖块。止痛药跟绷带哦。止痛药好像不错哎，刻一罐。它会缓慢恢复。齿轮，还得找到一罐燃油才行。哎，我进来了。哎，我开始受到感染了。先来个异层变异，你不会感到疼痛，你毫不退缩。好，我绝不后退。哎，在夏天呢，胶带。碎片，电子零件呢、欸？这看起来很有料哎、欸！哇哦，狩猎步枪，一枪75，无噪音，这种东西好。可惜现在没子弹，再看有没有步枪的子弹。消音的步枪嘞，真的不错。生存指南，怎么办呢？没有燃油哎、欸，坏掉了，坏掉了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反正都可以用啊。可能就是不能修理之类的吧。他
看来要找这一区了，这一区有燃油，里面有很多小朋友。哎，小朋友都被关在里面呢。那看起来应该可以先不理，这边没有门是不是？门被锁住了。欸，小朋友是随便碰一下就解决了。那你打不打得到啊？哦，我还可以从那边偷燃油欸。带走！哦，原来门在这里啊！而且这个门还是两层的，是啥鬼？拳王登场！嗯，通通带走。哎，谁家的门会这样子做成两层的、啊？城门是不是？枪还有两个东西，不知道在哪里。哦，在这里。好，空空如也。啊？那个门竟然可以敲破、欸，哎。今天这个僵尸实在太黑了，我都没看到。来修理一下汽车，加点油，哎，出发喽！哦，加油站，好啊，你的燃油不足以抵达，不管，冲啊！拼一下，超越极限吧！很好，超越极限了，停在路边。止痛药来一罐，到处都是僵尸哎、欸！这边有破布，那僵尸好像是只会掉一些子弹之类的、欸。嗯，哎呦，小朋友很难处理啊。还好持续回血很猛，砖块啊，嗯，哇，这个小刀可以打30滴哦，比手枪还猛哎，哎，这还没解决掉，路上有燃油，路上还刚好有燃油哎。运气真的不错哎、欸！看还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？修一下。OK， 加一罐油。太强悍啦，小刀！我要打疫苗，应该也不怕这个，但血还是会扣的。哦，又一罐油，赞啦！木板一个，这个疫苗保护力很够啊，完全不怕。
还顺便把这一区的僵尸给清干净了。来到了加油站，好，希望在加油站可以拿到十罐，怎么样？十罐燃油就好了，要求不多啊。哇，一直掉血啊！先喝点水，恢复一下体力。体力有点不够。啉水，啉水。这水有毒啊！啊！水有毒、哦、要怎么切这个哦？哎，来，乖乖站好哈，我要进去加油。哦哦哦，从外面的跑很快的。这边赶紧收，水哦，掉电池哎，电池日志，商店竟然就只有两区可以收、哦，太可怜了吧？没了，就这样啊。加油站不会没有油了吧？又有电池，正负酒精。哇哇哇！原来这边有一只哦。快拿一拿，物资箱。哇，信号枪哎，巨锤，巨锤60伤害，双手武器，可以锤30下哦。双手武器不知道会怎样哎。锤一下，竟然还有怪能不死，把东西拿回去放。30个物资，这东西看起来没用。来，小朋友，来，大胖子，我来看看这个大胖子到底有多少血。射了5枪吗？6枪？这一区要怎么进去啊？我还以为来这边可以找到很多燃油欸，结果根本没找到几个。可以吸引敌人。化学灯，右键加左键，哇哇哇，这个巨锤太强悍啦。来，这个是可以打开的。看商店还有两箱，
上当枪。嘿，六六六六六六六。然后破布加上酒精，哇，我感觉这个可以补血，绷带吧。嘿，第二变成燃烧弹了。破布加上清水，变绷带。没错的啦。来绷一下。哎呀，一次还给蛮多个哎。塑料品加上胶带，那怎样变成铁锤？是不是？瓶子消音器可以降低武器的声音。哦。我现在是有子弹的吗？好像没什么子弹。好，消音器装一下。差不多可以离开这里了，这里东西看起来很少啊。浪费我两罐油来这里。哎，等一下，忘记加油了。没得加了，算了，出发。刚刚那边有医药箱，有吗？没看到哎。一罐油可以到这个营地。嗯，好，去这个营地看一下。没看到就是没有啦。来检查一下身上的东西啊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身上有，哦，有这三个，这游戏在夏天吗？没错，哇，消音很赞哦。需要密码。巨锤攻击。找一下附近有没有密码。三个字的啦。三个字还在55688欸。三个字感觉566。密码锁。不知道找到什么才可以解锁这个。来点子弹呢？我们先来试一下这个好了，这个会吸引僵尸的荧光棒。感觉在白天好像没怎么用哎。砖块，哦，这个商店料很多哦。燃烧品是只能丢远的，是不是？哭啊，这个燃烧品根本就丢不出去。来开丢！又跑回来，这罐里没剩多少了。哦，新的枪哎，看一下 M1911。哇，这个伤害强这么多、哦。消音器给它装一下。
哦，而且这把枪好多了。哎，回旋攻击。电池。好久没有看到空投箱了、欸。旋风斩，嗯，没斩到。旋风斩竟然不能一边转，一边蓄力一边走路、欸。哎、哦欸，他是从哪里跑出来的、啊？我没看到路啊！哦，还活着！哎呀，我变异啦！加25%近战伤害。直接给他一拳！哎，我感觉燃油好像比较重要一点。嗯，拿燃油好了。这个物资看起来没什么料、啊。没有东西嘞，好空啊！这里口袋小刀啊，好，没什么东西了。对啊，我感觉赶快走就好了。我目前收了几区，感觉都是收一些垃圾。好像把我的车子当垃圾桶一样、欸，就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、欸。我建议赶快走啊，找到燃油就可以走了。那、啊、我多收了这么多区，我也没有感觉我物资有变多、啊，多一把枪也没什么用。哎，不当垃圾车啦。直接就找燃油就走。啊，有时候那个一不小心还要被僵尸咬两口，有够危险。好，赶快崩一下，高速移动。哦，这里面有机枪哎，太狠了吧！这一定得拿，找一下入口，入口在这。这款其实有点难操控，机枪，机枪，哎，有子弹了。推荐这礼拜出道的新女团，她们算是 EXIS 星号 ONE 的师妹，也是选秀节目出来的，团名 KEPEER。哦，哎，让大家好好的看一下电池，哎，最新女团，哎，打传送姿势。减感染的伤害，动作速度，我来看一下新团体怎么样。现在的团体都这么多人哦，
哦哦哦哦，加10%治疗效果，减少耐久度。可以进入封锁区域，好，这个不错。这样可以剪断链条。所以这个这边有个东西，不知道怎么拿哎、欸，还是没解锁啊。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机枪哎。哎，我装的消音还这么大声哦。那是陷阱，那东西是陷阱啊。我那血有点少哎、欸。装子弹啊，装子弹。好，赶快找到燃油，赶快走了。我已经不想再收这些垃圾啦。试一下这个荧光棒的效果。哇，抗病毒药剂，赞啦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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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止痛药袂歹哦。我已经满载了。状况 M16 哎、欸、，M16 肯定厉害一点。每枪60滴，这个每枪75哎。这把现在比较猛，我已经满载了，是什么东西满载了？吃一个止痛药加上一个疫苗好了，这样就有空间了吧？哎，他们在咬我啊！拿，不拿出事了，不拿出事了。哦，这里可以制作疫苗啦。哇，赶快走了，赶快走了，危险，危险。哦，原来它是可以制作一个疫苗出来啊。这边要用到电池。便也要用到电池。燃油已耗尽。这什么怪物啊，2枪75还没死哎、欸。啊，4枪。商店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欢迎！我来看看你有什么啊？绷带、下杠、下杠1枪21，这就是下杠到底是有什么毛病啊？0.45口径的子弹是我要的吗？0.45的是小枪的子弹，好，来一点。垃圾卖一卖，这边可以卖垃圾吗？然后7个姿势点，哪边啊？哦，这里可以卖掉哎、欸。哦，原来这些垃圾是拿来卖给他的、哦。来，
通通送给你，哎，通通送给你，大放送来。常人之事不可用。好，大放送，我就要一个止痛药就好了。哦，商人也有钱哦，他只有14块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来，砖块便宜卖，一个一块啊。这个瓶子我也一个一块卖给你啊。污水送给你啊。这个绷带给我吧。哎，我这些花也给你。这个污水啊，通都给你，通都给你，我要走了。对，我还没找到燃油、哦。复习一下。这把枪就是开的有点慢。我感觉新竹王永杰，复习一下。复习个啥嘞？LT 可以开图，什么年代了还在 UBUB 哎、欸？装子弹失败要卡这么久，地下室，木板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，电子零件、塑料瓶加上胶带，消音器，音。可不可以装两个消音器啊？有狗粮呢，狗粮破布 ，Captain Timo， 谁是 Captain Timo？我想开这一箱怎么这么难？哎，不管了，不收这些垃圾了。来一点清水。现在我的背包里绝不接受垃圾。Captain Timo， 感谢 Captain Timo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有燃油，好，来去找燃油。然后我们主角还有这个超能力啊，这么强悍、啊！为什么射不到他、啊？好像只能平地射。燃油在左边，还是阿 J 比较喜欢这个？哪个都不错啊 ，Captain Timo 都不错。汽油桶到底在哪里？解说在这边，这里汽油就在这里。哦，在这里，大概半满。
哇，找个汽油桶找超久。天怪怪的，没办法，中华电信怪怪的啊。来，我们来去这个豪宅区。有啦，至少大家有听到嘤嘤嘤了。我是贝雷一号。我们在装置上发现的数字，哎，请说，不是密码，而是无线电的频率。信号实在太弱了，外面有人在广播，我们必须增强信号。外面竟然还有人哦！围墙的外面有人呢。这边有一个小山丘，进入军事区增强信号，它在死亡区之外。OK。我们要出去增强讯号，再来清点一下手上的东西。哎，小朋友给我过来，我发现那个武器其实不好用，拿着木板好了，攻速快，范围大。看一下燃油在这边，好，拿燃油就走。这任务很简单，找到燃油就走。崩一下，主线要开车去哪里？他叫我们出来收集物资啊。我说没有开到外面有什么有用的物资啊，我就一直收集这些破布，这些没什么用的子弹。请问这里是奇怪的台吗？对，这里是正常的台啊。嘿嘿嘿嘿嘿嘿，半满的燃油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右边还有两个问号。问号区不知道是怎样，哎，随机出东西吗？还是就只是这种一般的房子？稍微过去看一下好了。怎么钻不出去？傻傻傻企鹅，32个月。塑料瓶，又是这种垃圾。好了，右边两个问号看一下，如果是房子，我们就不进去搜了。房子真的没料啊！砰砰！好，恭喜两栋房子，里面有雷达哎、欸。结果，需要电池呢，空的，简易房，感觉唯一要找哦，加外燃烧瓶，好、哦，这个燃烧瓶超级难用，哎呦，好烫。走了，溜了，高歌离席，来到了一个巷口。不是这个燃烧瓶，超级难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丢。Herrick 封锁，哦，这就是围墙哦。第二封锁区里面全都是僵尸，这封锁有什么用？
收到，我是秃鹰。为什么追踪器显示你在围墙范围内呢？我就在围墙的旁边。他听不清楚。议会不会允许我们出去的。我们必须出去。你能通过大门吗？不太确定呢。左右边启动发电机，然后拉动把手之后，你就可以出去了。Good luck。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建议先刻个止痛药。来看看啊，左右两边有个门把，先找汽油好了。这怎么进去啊？门在这。OK， 随手关门。我要换小枪，比较小声一点。既然都来到这了，就顺手把他们解决掉吧。啊，是躲硬，啊，你是要躲硬。哦，怎么有巨人？关门。JJ 喜欢哪一个？大手呢？这个是大手呢。是，虽然他是大手，但他也只会敲，也只会敲铁丝网。喜欢哪一个哦？我来看看有哪一个，有哪些可以选。燃烧瓶怕不怕？我先嘟一根疫苗好了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哇哦！我等等再来看有哪个可以选了、啊，先等我教训这个家伙。很想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这么硬，到底会不会死？干掉了。身上有什么？阿 J 还有机会看你出演这部吗？我先来看看刚刚的斗内有什么问题啊。有机会啊，说不定有机会啊。夜神月都已经死了，我先来看看刚刚有哪个可以选。喜欢哪一个？没影片啊，里面。黑狂不错呢，这些是谁？认识的帮忙介绍一下好不好？他说启动发电机。哦，启动了。然后拉一下这个。哇、哦、僵尸怎么那么多？Are you ready? 啊，为什么这一步会lag啊？好奇怪啊！不够油哎、欸，好像它不够油哎、欸。J 还有机会看你出演这部吗？有的有的，他又弹出来喽！近战体力消耗降低，
击倒几率手枪伤害。好，我要转职手枪侠。手枪侠阿姐，9mm 的子弹呢？到底要用哪一种子弹啊？这个好，再来处理另外这一区。哎，对，一堆小朋友冲出来了。小朋友不要啊！我发现没耐力的时候，我一样可以一直挥拳啊，好像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、欸。我快死了，假的啦！幻觉，通通都是幻觉。车子怎么快坏掉了？修一下。哇，修一个汽车也要修这么久啊！这些，这边怎么有这么多怪啊？燃烧瓶终于要有用喽！哈哈 ，Fire！好，就是美味。长按C可以自己制作东西、欸，来看看啊，炸药加上罐头，吸后罐头炸药，好试试看啊，罐头炸药。哦，效果拔群呢、欸。啊，有问题建议都是直接使用这个、欸，哎，这个真的很好用、欸，哎。看装个近战好了。战斗小刀，口袋木板，嗯。敲烂，拜托掉个子弹吧。手榴弹、化学灯。会唱的一起唱，会唱的一起唱。今天的网络好像很卡、欸，是有 M4 可以用，网有 M4。5.56毫米的，哎呦，子弹怎么那么多？包包包包包包包，我无敌了！哇，这个子弹耗很快哎、欸。我燃油该不会还没拿吧？就僵尸又不知道从哪里生出来了，燃油还要很远。我刚刚拿过燃油了吗？感觉轻飘飘的。哇，这个枪好用哎、欸！好，就这么一点点走得了吗？应该还有吧。这里还有哎、欸，不是啊，这一罐不就是我刚刚丢了一罐吗？
抗毒已失效，来，我们再解锁一个。好，可以了，高歌离席，终于要翻越围墙了，墙外的世界，我来了。关门了，他们要关自己关啊。封锁大门开启以后，寻找的道路会更加的通畅。你现在可以略微加快前进的步伐，所有移动时都可以跳过，前提是拥有充足的燃油。哦，好。阿 J 这首你多久没听了？哪一首？哇，天科！哇，这首很久没听了，不是他太强悍了吧？我便利啦！那 tank 是鬼是不是？这怎么打得过他？ tank 不要啊！不过我应该射的是他。走位、欸！那一首是真的唱的不错，马上加入新歌单。这区看起来没有燃油啊，左上有箱子。我感觉我子弹无限了，收尸体，先等等，我们先稍微的补一下。狗粮哦，好啦，狗粮来一点啦，狗粮才补这么一点点，好难吃啊。这首也有在你的歌单里吗？谢谢新竹王永杰，来看看是哪一首。首那肯定有啊，每天都一定要听呢。这一区为什么没有显示有燃油啊？难道会有没有燃油的地图？哎，找到燃油嘞！哦，是什么？我怎么中毒啦？还不错哦，哦，很多燃油哦，还有电池。那什么？那是那个什么增生物哦？完啦，血量好低啊！怪怪的，怪怪的，现在有怪怪的。我们偷偷的，哎，偷偷的绕过去。里面有散弹枪的子弹，没有用哎。哎，掉又浪费我一个电池了。亡了呀，亡了呀！我手榴弹这么痛哦。停止，拿起来。Tank 会掉什么？
是加完油赶快走。老哥，我们来去寻找一个安全的区域。老哥来了，这区感觉料很多。这首也是很好听的，好久没有听哔哩哔哩的歌了。我来到了军事基地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找到文件了。建立是一只怪都不要留。是不是到我手榴弹登场的时刻啦？这么多的怪物，肯定是直接开炸。哦，炸药哎，榴弹发射器。外面那边这是人山人海，我看有没有机会处理他们，给他们来一发啦。哎，丢了，没炸到，这样还没炸到。防弹僵尸实在是太强喽！现在要找的东西都在里面。嗯，那好像是在另外一面呢，就碰不到。哦，他们是被关在墙壁的里面呢。嘿，这个里面还有 tank。我们真的有必要进去吗？要找的东西也都在里面。里面有一个物资，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必要哎，因为哎呦哎呦，找到燃油啦！那帮我从外面偷拿一点看。反正他们看起来出不来，应该有一个比较硬的大门把他们锁住了，不然他们早就出来了。榴弹可以拿出来用了，我不一定有子弹欸。我看一下，欸，完全没有子弹。门再打开，我觉得不太对劲呢。门在慢慢的打开了。阿 J， 好久没在你这边看到他了。什么的？啊！哪里跑出来的？那快点！哭啊！啊！刷了50分钟。叭叭叭叭叭。没拿办法。不是，我没看到他哎，刚我不是对他开枪了吗？他没死是不是？尽力了，
没办法，已经没补品了。每一次过了，只有一次过了，这个就是爬塔。我看一下，这样子我们是可以从后面那里开始。新角。八八八八八八。啊，不过感觉是没时间再玩一把了，明天再来过吧。物资来给他花一花了。弹药容量较大的半自动手枪。大砍刀 G17 好，全部换起来。不行啦，刚刚光是收一张就花了50分钟，虽然我觉得第二次收会快一点，我感觉20分钟就可以离开第一张图了。啊，这款先到这了，明天再来处理。打牌哦，看要打牌还是来砍人一下啊？要不然打一下牌好了。